王举人出了这盘棋之后，反手就一个取爆，他不敢相信王铁锤能抖出来如此精妙的招法。我们来看这样实战，看看王铁锤有没有开软件。王举人摆了一个当头炮，铁锤呢刚刚跳，红的上马，黑的出车，红的出车之后，黑棋很自信，来一个绅士套路，虚头平衡马，把这个挺兵的权利拱手相让。你来哪一个，人家也不怕。那红旗也知道黑棋的厉害，选择了一个稳健的三兵。黑棋呢进三卒，红的跳边马，黑棋挺边卒，红旗五七炮，黑棋跳马封车，红的高横车。走到这儿，黑棋呢招法也很多，有象三进五的，有象七进五的，有车一进三的，也有走这个冲边卒边线大开车的。打出来，现在呀，红旗还有一种下法呀，就是平车过来，把这个兵啊弃掉。实战呢，红旗还是选择了高车来保。黑棋呢补个七象，也是走的最多的。红的呢平车过来，下一手就准备高车对车。啊，你这个车一旦对了，人家马顺势上来，你还不能平炮对车，那黑棋呢就吃亏了。所以说呢，他先把车躲过来，等红旗腰对的时候啊，黑棋呢再车进一步。这个棋千万不要车进两步，你如果说车进两步，以为抓炮是个先手，那他就不要了，等你一吃他再一补象，这样呢车啊给你打死了。所以说呢再车进一步。走到这儿，红旗走的最多的呀都是补一手士，黑棋呢也补一手士。红旗呢在这里啊他变招了，他退了一手炮，以后呢想把炮啊甩过来，那黑棋肯定不能如他的意，进车把他拦住。红旗这时候啊再补一手士，黑棋高炮，随时啊准备平炮闪击跟他对车，简化局面。红旗这个中炮发不出来，在这也没用了，他就平开，准备啊以后把俩象连起来。黑棋呢补一手士，黑棋啊也可以考虑啊平个中炮跟他对车。红旗上象，黑棋这时候选择了一手平中炮来对车，红旗对掉。黑棋这时候千万不要打一将，你打一将红旗会选择一手出帅，等你对了车他再退炮一打车，这个中炮啊就丢了，所以说呢直接吃掉啊打车。那黑棋呢只有逃车，万万不要打人家的象，不要总想着搞人家的对象。红旗呢抢到进车卒林，下一招这个中卒一吃还威胁住这个中炮了，那黑棋呢上马，红旗呢就把卒一吃。那走到这儿，红旗呢多兵，而且呢子力位置也好，下二线这个担子炮防守也非常结实，这边摁住这个小马又牵制住你这边的炮。最关键的呢，下一招有一个兵三进一的手段，好像红旗现在形势不错。哎，黑棋呢在这里啊出手了，故意啊卖了一个破定，选择了一手太兵。那这招棋一走，红旗可乐了，为啥呢呀？这明显的有一个高炮串打你，你如何是好？现在他车走开，人家打马了就丢子了。那黑棋呢也是早有所料，他选择弃车踩他的马，红旗把车打掉。黑棋呢来一将，踩着炮呢，红旗只有退炮，相当于啊黑棋拿一车换了双。但是呢黑棋接下来有一手平炮非常毒辣，下一招退炮要打死你的车。红旗呢把车躲开，这个棋呢精准一点的话应该走一手车三平二。那黑棋呢再一平炮，这个炮啊就要被打死了。他选择了一手落士，准备啊你打了之后啊他退回来捉双。这个棋黑棋可以考虑啊先进炮打一下嘛，走个过门，他是选择了直接交换。那红棋呢退车捉双，黑棋呢就只有来一将交换。
他把马一吃，他把马一打，那这样呢，相当于啊，清点一下子弟啊，相当于黑棋啊，刚才那个车啊，相当于一局换了三。现在呀、啊，人家马双炮，他剩一个车，那到底是三英战吕布厉害，还是一车狮子韩牛叉？我们继续来看，红旗呢也是过三兵，你敢飞掉，苹果来抓炮，你炮一走，他一杀，吃住马，吃住炮，所以说呢，不敢吃，冲卒。苹果来抓炮，黑棋平炮，红棋再抓，黑棋再平，红棋这时候啊选择了往下冲，黑棋就上马，他平过来，那没办法，只有忍。说回来，红棋呢进车卒林，那现在这卒都是宝贝疙瘩，不能让他轻易的吃掉，平起来。那红旗的小兵就慢慢的往这边靠，准备过来威胁这个马。黑旗进炮，一招两用，既瞄边兵，又卡象眼，以后三卒过河，平兵过卒，平兵，哎，黑旗呢跑边上来了，你再平跑上去了，那他就赶快搁中吃卒，那这个卒保不住了，黑旗呢就跳一个象箭马，攻守两立，吃掉。吃了这个卒呢，关键下一招他还有一个平兵卡象眼吃马的手段，黑棋呢就选择了一手平卒，闪开这个马路，那他就先吃掉边卒再说。黑棋呢，在这里啊选择了一手平炮，下一招可以进马卧槽叫杀，打你的重兵带将。他呢，先补一手士。黑棋很老练，先退炮，回来把你的车隔住。那这个车位退炮一拦住，这个位置太差了。他进一步，红旗黑棋呢就进卒，要瞄他的重兵。你挺起来也没用，踩掉了。他就选择了一手进边兵，那黑棋呢打掉，铁帽子给他扣上。红旗呢选择了一手车站内。来牵制这个马卒，你现在跳进去的卒吃了，那黑棋呢把卒平开，以后准备跳进去，红旗继续进兵，黑棋先把炮回来，红旗出个帅，黑棋平个炮，红旗退车，下一招准备抵住这个小马，黑棋呢也可以考虑走一手马三进四，他是走了一手马三进二。那红旗无子可动，就继续往里面平。黑棋呢，卧上槽，叫住杀。黑棋呢下兵，红旗现在重炮一将，他垫车了，那他就把炮啊缩回来。问怎么办？你现在平兵没有用啊，还没吃到这个后炮呢。退回来别住马，那他把马一回，下一招。挂一将又要命，红旗平兵，黑棋最后把炮一高，你现在进老将也没用，你要是上老将，那他还可以考虑啊，高一手炮。现在重炮还是杀，你拦住也没用，黑棋呢有一个送马一将，你只能吃，然后平炮绝杀无解，那这个棋。铁锤下的像是软件吗？朋友们，大家评评理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